时间。哎、欸，我们明天要拍预告片嘞！哦，对，好开心哦！这是我们第一次，这是我第一次拍预告片，我也是第一次哎。那你觉得我要化妆吗？我是觉得反正有都没差啦，就你自己决定吧。好啦，那明天见喽。哦，好啊，那你明天不可以迟到，你每次都迟到很久。不会迟到啦，我一定很准时。哦，好啦，明天现场，耶、yeah, ！我是第一个到的，就说我不会迟到吧。哎、欸，尤婉竹，这是你第一次第一个到吧？太早了啦，我昨天就跟你说啦。哦，哎、欸，尤婉竹，你是忘记带什么东西啦？没有吧？嗯，钱包有啊，在包包里啊，手机也有啊。外套在身上啦。还有什么？手表也有啊。还有什么啊？啊，社服。阎婉竹，跟你说过多少次，要记得带社服。好嘞，下次会记得啦。社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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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社服。哎 ，self，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29届 self 分享人苏佩仪来的 self。大家好，我是29届文书郑向宇。嗨，我是。29届的教学界美宣苏佩仪。我们接下来带来的是 self。
家。